大家好，我是叶子，现在居住美国洛杉矶。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全家因为爱健康的产品改善健康问题的故事。那我们刚开始接缘是这一款 NMN 胶囊，起源是因为我从小有头痛的问题，因为小时候在农村从悬崖上摔下来，这个头盖骨有破裂，当时流血很多，但是农村医疗的条件没有输血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落下了从小头痛的病根。那如果是碰上阴雨天，或者是想事情比较多，再就是睡眠时间不够，我就会出现头痛的现象。那头痛厉害的时候，眼睛会肿起来然后会呕吐就是最早吃头痛粉和去痛片，到后来是吃芬必得，要吃三粒。那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做了核磁共振，最后医生就是说我是神经衰弱。那这个问题等年纪再大一点，可能会出现中风，或者是以后有老年痴呆，因为我发现我的记忆力也是越来越衰退。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小杰就介绍了这个 NMN 的产品给我，那我和我先生就一起服用，因为他的手有腱鞘炎小杰介绍说可以改善那个脑屏障、认知障碍，然后增加造血干细胞，还有增加肌肉的力量那我们当时就一起服用早一粒晚一粒这个 NMN 胶囊。中午的时候呢会服用一包咖啡。那五月份的时候，这两个月期间发现我的头不痛了，然后我先生的这个手也是不痛了，所以我们很开心。那小杰有提醒我们拍照片，那我的手呢就是原来的老年斑和扁平疣也消失了70%，所以特别开心和惊喜。那我知道这款产品是真正由内而外在改变因为只有你内在变化了，那我们皮肤是一面镜子，它就会反射出来。那我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又出了这样一款利宁 NMN 面霜，我就开始内调外用这两款产品。因为在疫情期间要增强免疫力，就经常晒太阳，脸上就出现了晒斑，和我以前的黄褐斑就反得很厉害。那用了这款产品两个多月，发现黄褐斑和晒斑也是好了很多。那我儿子呢就特别开心，他也想服用我们的产品。那最早是给他用这个 NMN 给他吃一粒，就是两天给他吃一粒。后来公司出了这样一款就是青春胶囊，因为他今年23岁，会出现就是颈椎痛，因为他会工作，然后还有学习再加上还玩游戏所以他觉得精力不够，然后颈椎不好。那他服用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觉得他回到了他说的18岁以前的那种状态。所以我的女儿呢用这一款就是清洁面膜，因为小孩子青春期皮肤就开始长痘痘，油脂分泌旺盛，她每周用两次，那皮肤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全家人因为爱健康的产品都解决了我们的健康问题，特别的开心。那也把我们这款产品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我店里的客人，他们每个人服用以后都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健康问题。所以我们相信，就像大卫辛格奈尔说的，我们可不可以不变老，那只要用上我们爱健康的产品，一定会不变老。那我后面会把我手上的照片和我脸部的照片附上我原来就是在没有使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照给大家很直观的看到我的一个改变。好，谢谢大家。